太喜欢台湾这块土地了，所以决定要在台湾买房。但因为我是临时妈妈决定要买房，所以我的现金真的完全的被掏空。那我现在就是沦落到有可能要去上吴宗宪节目。好吗？我现在就拜托大家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，中年失业妇女，口袋被掏空妇女，真的。我的耳朵的伤口就是现在已经完全复原了，但我觉得可能有些脑震荡吧，所以我现在如果讲了什么不得体的话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我脑震荡的后遗症。最近记忆力不太好，你在被打之前也很多不得体，对，现在更不得体了。对对对，你会觉得说我最近讲话不得体了，对吧？所以那就是因为我现在脑震荡。对，所以大家不要怪他，那是 PTSD 创伤症候群。如果你们对我任何不满，那都是因为我脑震荡，希望你们要有体谅。今天那个办案的有进度吗？就目前还在静候警方的调查。身为一个好市民，我也相信我们警察一定会非常认真的查案。那你买房子要不要跟大家分享？这么漫长。我们今天是来做爱心。okay, 就是我最近就决定在台湾置产了，那之前都在海外置产，那现在是因为觉得实在太喜欢台湾这块土地了，所以决定要在台湾买房。但因为我是临时妈妈决定要买房，所以我的现金真的完全的被掏空。那我现在就是沦落到有可能要去上吴宗宪节目，就你们如果去看我上吴宗宪节目，就知道我是真没钱了。然后也欢迎就是各大厂商，我之前都太高傲了，都没钱，没钱还做爱心，没钱还做爱心，好感人哦。那现金剩多少？真的是要归零，就是你投期款。他说的是现金啦，他说的现金，我说的是现金，真的就要归零。我买3000多万的房子。现在有接比较多工作吗？有努力工作？我现在很努力在工作啊，你没看到我平常会这样子受访吗？我现在就拜托大家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，中年失业妇女，口袋被掏空妇女，真的。因为以前真的是什么通告啊来都说啊没空啦，不想去啦，钱很少啦，现在我都觉得就是郑重跟每一个窗口道歉。过去我就是太高傲了，我现在知道人间疾苦是什么，请给我一个工作机会。现在连外景都要接咯，要不要？没有，吴宗宪节目也去上了。最差通告费一集多少你可以接？大概2000块要不要？2000块你好意思？我现在那么缺钱，你到底有没有爱心啊？并没有。